油吧，你唔敢食药，你唔敢食油吧？我敢食油吧。好，你敢食人吧？青椒啊，牛肉，牛肉靠，不要说敢食人吧嘞，那个配了不带点多椒吧？牛肉，牛肉我唔敢食。啊，大家都唔敢看，你知无？系啊，那个姐姐啊，伊唔敢食牛吧，你唔敢食油吧？咱讲真嘞，啊，我啥物死啊骨头嘛拢食啊！咱讲真嘞吼，大家无共款啦，好来，要食油肉炒硬菜，卖啰嗦来，300就对啊。一斤油肉偌济？300外块、400块，绝对走袂去白，恁拢知好来。好，这两包我袂卖恁300块是行情啊。好，这两包卖恁300算行情啊，出来卖阁几讲啊？300，可能袂收得同意袂害。来400一个啦，要食五包300块，白啊，你知影啦，好来。头拄仔你看手机啊，你知影？今天才出现的，一片好来。昨天没出现。六包好去啦，300好来。上次来那个乐乐就可以来了。来，哦，两来三来，好来，四来，好来。你爱的都没有，真的。他才讲到阿伯啊，他才讲到阿伯啊，你知吼？来，我讲来，来，4包300块，谁吃羊肉的？哦，这两三四个，400、300块，500、300一个来。哦，500、300，可能无得买，只有计少。400、300，你无得买。500、300，这两包就300块用吧，想要吃？羊肉300块谁吃的？沙茶羊肉，我就吃300块。啊！我咧烤腰啊，白白啊一个哦。来，三层腰咯，这边来三百来，好来，好来，快讲来来来啦吼，来。我叫，但是我今牛牛的物件，我炸三样过来的。咱讲真的来，好，三袋来，4包来，5包来，好来。我那边收点同意袂来，我这两包就是300块三层羊肉，谁吃的？三层羊肉300块谁吃的？三层羊肉，三层羊肉300块怎么吃来？无好，抢回来。那你这是收什么啊？宝贵啊，宝贵，唔免花食料理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好来，收三样来，三样。100块，我想要吃这个乌龟鱼啊！来，我要吃乌龟鱼了，好几百都收来好，好几百块，好几百好，好出来三万块啊！先讲一个，好几百块乌龟鱼谁吃的？乌龟鱼一百块，乌龟鱼先吃这个乌龟鱼一百，乌龟鱼一百，我吃乌龟鱼无？啊，乌龟鱼就无济，我问一下，一百块想要吃这个一百？无哈，一百块慢慢来哦，吃过，时间不慢慢来，我来，来你，我再讲一个，好来啊，来。我是慢慢看先哈，哎侬，什么呀？我咧卖鲑鱼。鲑鱼呀？哎，大伯需要一分钟哦，吼，一分钟你敢要等我？咱我对哈，我咧讲来。来。阿叫拍摄，我同你讲，我一分钟啦，吼，拍摄。我咧讲，我鲑鱼存几尾尔拢无啊？对啊，没有鲑鱼。哦，鲑鱼啊，存几尾？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带冷冻的？昨天是两种都有，有现切的跟冷冻的都有。回秋啦，差点讲错。今天有回秋，昨天没有回秋，然后今天一样有回灰，然后香鱼、鱿鱼、澎湖小卷。啊，还有手卷，那边也有。Hello， 允许下吧。这里上面那一栏是手卷，龙千杂。哎，大拍摄哈，那个第五拍就对啊。安尼啦，吼，盐酥酥的大蒸肉就一尾啦。拍头前较大颗，拍尾你较散，大家卖计较，我加加条安尼啦，吼，来一第五拍。来，吼，一第五拍个鲑鱼人，吼来。我讲两第一千，第五拍就对啊，500块。吼，鲑鱼两第五拍就对啊，鲑鱼人，吼来。我讲三第五拍就对啊，吼，三第五拍个四第五拍，超级行情啊。吼，四第五拍超级行情啊，我讲出来卖讲啊来。那个即只全部拢送个小送个就对啊啦，吼来。来，大哥来，后尾你煮啥物素汤也嘛爽吼，来讲这个500，好。来，搞少一个吼，500块可以啥物吃呢？500，500块可以搁啥物吃？500块可以来多少钱？来，不要可以一个500块可以啥物吃？500块，只要吃500，啥物吃？可以500块，可以只要吃500，有哪物吃可以的无？500块可以，只要一个人，
这一个人五百，无吼，阿小妹，我讲来啦吼，时间不快，来来，我再讲一下吼，没有，我今天不是带微笑吗？鳕鱼，好鳕鱼炖哦，最好食，用真的好食。好，算你呀，算好食，算好食，来，莫搁去讲来，好不好？我搁四号食，反正无水刷嘞。好，哥，你来就对啦。要食我搁一包袂偌济，其实咱讲八个啦，即地外口市价无超过，好，价无超过三百几块啦。看你要吹无？啊，算你咧蒸就无好蒸啦。好，算你要蒸啊，要一罐鸡粉来，快讲来啦吼。两地号起好不好？卖六百，卖我个就是五百块来，五百块先食算你的五百，这边就好来。我莫讲全部来五百块，好，全部五百块先食这算你，我就是五百块。你若算你，我就是五百，算你啊，才要出去五百块。后尾啊，五百块全部也五百。我问一下，五百块算你才要出去五百好不好？嗯。阿嬷衰是红色的，很肥的，是阿嬷衰。阿嬷没有。阿嬷衰啊。来五百，再吃五百。这边。就这边。阿嬷衰。阿嬷。五百块，四叠五百，等下要挨我来，过来。好，过来。五百块来，过来五百。好，不要算你，我就是五百块，算你才要出去五百块。全部五百块谁吃的？五百算你，阿姐来了，五百。好，我讲一千三四百块，也无少啦，吼。快进两来，三来四来，看来。我第五百块算你，搁啥物算啦？五百块，这次选五百块，谁知道？算你，我就是五百块，算你啥物算啦？五百块，阿妹来无？算你，五百。算你，我就是五百块，算你啥物算啦？五百块，阿妹来无？鳕鱼啊，五百块算你，啥物食？烤腰啊，真无方便呢。啊，真无方便呢。我就是五百块，算你啥物算？五百，无用。就无旁边。有那两鸡腿哦。有。来，这里我讲一下吼，来，来，我这箱先试下，这箱，我来了吼。这个你讲你要量啊吼，我讲这箱啦，我先试看卖这啊，这叫啥？这个花枝条。好，飞机条啦吼，炒大肠啊，炒四块，炒饭，炒面，炒米粉，出来卖 OK 讲。好，飞机条啦，我食飞机条就几个，都要花什么钱不来？卖我一包卖偌济？咱讲八，这外口超市咧卖一包八十块。我炒台东啊，炒四块也袂歹，拢八来吼。好，一包都八十个物件来，我就一下用到安尼好无？好，一包八十嘛，两包卖百啦，开百五安尼好无？两包卖百五，开百二来，开一百五来就好来。再一包鱼条，一百块鱼条，什么吃一百块？我只一百块食食啦。飞鱼条，我就是一百块鱼条，什么炒菜一百块，要吃飞鱼条一百。有爱吃无？咱炒菜台东啊，四块好用啊，一百块鱼条啊，无用，一边倒，好，一边倒，我讲来，煮一排倒，飞鱼条看先炒一百块来用啊。一百块鱼条，所以就是排到，我先就一百块吃啊。来，不就鱼条就一百块鱼条，所以吃一百块鱼条。不就花枝条，我就一百块鱼条，什么吃一百块，咩也无鱼条一百。花枝条一百块谁吃的？飞机条。啊，这样多吃也是吧？来，来，我就飞机条好不好？我去炒一个大冬啊，我炒一个四季啊，我白炒炒好吃啦，一百块来到飞机条一百块，再就鱼条一百块飞机条，什么吃一百？一百块花枝条谁吃的？飞机条，我就一百块鱼条，所以吃一百块来到飞机条。一百就要租两个。不然哈，我只一百块买不起啊哈，我只一百块会掉，买不来啊哈，买只啊哈，来坐，今不过买十块，别白行来，快讲来啦，来啦，来，快讲是啥物件？鱿鱼啊，鱿鱼知道伊讲唔知咧，那就跟那个心仪一样，快讲来啊，来啦，两边摆，中间右摆，快讲来啦，吼，来坐啦，好，我这试看卖坐要不坐啊，好，快讲坐啦，好，这叫啥？因为这个龟一路冷血下巴，抓来一耍的海。好，坐人伊算下海个对啊，反正拢无事。无人啊啦！坐人啊，坐人啊！好啊，你讲来啦，你讲过去听较无吼。咱讲真个啦，我讲打针好食，反正拢无事。坐人啊，好，反正拢无事啦吼，规地拢是吧？你真好打针好吃，规地就硬硬倒啊，食规地个啦。反正即个物件单价无贵，遐拢买啦吼，食规地较爽啦吼。我讲来，即地袂偌济，其他平常时讲，外口就只咧提啦。一斤两百四来算，这地开着偌济？九十一百一百百二，绝对走袂去。大细地三分两，恁家代志我熟着去啊，好无？安尼好无？我招一下来看啥物食啦吼。两地三地三地招一下来，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买两百块来就好来。再就最好就是两百块，不然买来无两百。两百块再就最好就是两百块，不然要吃来无两百。等下啦，要食啥物件来无？啊，有雪下巴，有雪下巴，坐咱伊算厉害。两百块有雪下巴，啥物食来两百？好，就一下来。好，四叠两百一个来，有雪下巴四叠两百块，你们真的吗？俊豪，你是问哪里？多叠哦，你两百多来，有雪下巴两百是太平。有雪下巴两百块，就后面那个布条上面。多叠两百就叠两百块，就可以。两百五啦，有雪下巴。还有不要插我？哪里？你是问哪里的地址？还有不要插我？啊，多叠两百就一个，有雪下巴两百块，谁知道？我叫一边，我叫这无，中山路二段，无要，我你讲安尼啦，509号，我叫一边就好啦，好无？200块，我讲八号今仔早两千内面无几个人啦，我讲来啦吼，
那个五地两百就对啦，看我这两条。中山路二段509号。我上车哦，那边是桥，桥下来50公尺就看到我们了。无再俗的啦，两百块有雪下巴，什么车啊？感谢可乐。还没有车来。来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两百、五、六、七来、八来，要吃来吼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来六、七、两百来，要吃来吼，来同款起来，我讲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来，要收下骹拢啊，拢结冰，拢黏黏做开完，我讲一、三、四、来五、六。我讲，这条就是两百块油钱下巴，什么生嘞？两百块油钱下巴，够他们生无？两百，咱就这物件无？我就是两百块油钱下巴，什么生嘞？两百块啊，有人要来无？油钱下巴200块谁吃的？无哈，油钱下巴200块，帮我们生哦。不要吃哈，不要吃，还准备两百。来，赶快去，一、二、来三、四，哦，四条两百。我靠，白啊！啊，五六七啦，唔知啦，还袂退冰啦，200块啥物食200，人要害无？还袂退冰？两百块有雪下巴啥物食呢？我就借200块，无吼，有雪下巴就借200无吼，莫插话吼，啊好来，我进来。好热啊！要死我，你感觉做热啊？有那两只腿呗？他怕被冲下啦。有来有听到。没啊，等我买杯啊。今天真的很热。有两只腿来，还要等你杯哦。留约甲钓鱼，我先开一个好不好？100块来倒，这样讲我唔知100块。中正答案。最后一个，来100块。